个宜兰秘境美照，美照打卡教学又来喽。哎，很可爱，哈哈，就是这里。高潮迭起。不要讲这种大话，明天就会下大雨。别，就是私人招待所那种豪宅的感觉。逛完要吃什么？我喜欢呢、欸。爸妈感情会变好，那我们再多一个弟妹。这边的店员胸肌很大，近期的保养步骤没有哎，早餐。爱情来了，爱情来了，爱情运势两颗星。八个宜兰秘境美照，美照打卡教学又来喽。有秘境吗？好像不算秘境，就是我觉得比较冷门啦。还是我内分泌的秘，好像也可以秘境。然后那些酸民就说这哪是秘境？我说那是我的秘境，干屁事啊？对啊，好像可以哈。那我们再一次，八个宜兰内分泌境美照教学。本集谢谢简单赞助播出。简单是台湾的在地保养品牌，我是自己试用过一两个月吧，一个多月，快两个月了。试用过觉得好用，来介绍给大家。谢谢简单的董妹妹，让我们带你简单拍出完美照，就是 slogan 很棒吧。第一个是在大溪火车站旁边有个大安庙，它的对面有一个篮球场，它整个可以眺望龟山岛哎。我跟你们讲哦，偶尔可能看到一些小鲜肉。刚刚有一个就是壮壮那边打篮球，画面很好看。这边好拍是因为它有一个很空旷的平面，然后再加上海跟龟山岛，它就有三个层次，再加上篮球架，它拍起来就会日系的感觉。哎，很可爱，而且是很日系，超日系。那个灌篮高手那个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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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篮球场下来啊，这边就直接是海岸呢，然后有个步道可以这样延续下去，然后旁边就是海岸跟龟山岛，这边推荐大家来拍拍照了。大溪车站旁边呢，这边有个大溪社区的牌楼，然后这牌楼进去呢，有个超棒的拍照我们来过，去看一下，哈哈，就是这里，这里真的超赞，跟你讲，它层次多到不行，你人在前面，天时地利人和，火车牌楼，最后面是海跟天空，你看这场景是不是很日系，一秒到日本呢？好啦，拍几张示范给你们看一下，学着点好吗？不藏私哦，我们真的不藏私哎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之前就是看到一些很漂亮，然后外面说，哎，请问在哪边？不回你的耶！你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怎么拍，在哪里拍，其实这样就已经很漂亮了。这边构图的优势呢，就是它有平交道跟火车，然后我们会抓火车经过平交道那一瞬间拍下来。可是这一张火车有点来太快，其实更理想的状态是火车只有一点点的头有露出后面那个牌楼，这样就是最完美的照片，就是会看到大。对，会看到大。然后小宪哥刚刚有一张其实是成功的，但是我觉得类似这样。一点点火车头，然后人海楼海平交道，但是他嫌弃我的站姿不够帅气。对，你看这什么火车来，我们再试一次。各位，这就是大成功，真的很棒。这里因为这边是小社区，大家来拍摄要保持安静，要注意安全，然后怎么样，口罩戴好。从这平交道过来有个小梯子，大家可以从这边拍过去，是人坐在那个长凳上面，这样拍起来会很好看。这边是很好拍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从那边走出来，看，刚过去就是眺望龟山岛，哎，嗯，真的很漂亮，大家可以来玩来拍照。不客气了，今天是从宜兰的北部头城一路往下拍，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三个点，北关海潮公园。是的，它旁边有一些地质啊，也来看一下山洞啊。步道，从这边一直走下去 ，follow 二。在去山洞之前，步道这边有一块，它刚好是龟山岛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些岩石，呈现一个凹字形，然后有重点就在中间。只要大家幸运的话，那浪会打起来，会啪啪啪的哦，啪啪啪啪，高潮迭起。我们接下来去的是大家比较常会去拍的，比较多人拍的就是这个一线天。好了，顾名思义就是一线天，它主要是可以拍出剪影的感觉。好啦，看不到龟山岛，但是很漂亮耶。
应该比较多人知道吧，广为人知。嗯，大家也可以经过来看一下，反正就是顺路。觉得整体来说，北关海潮还蛮漂亮的，是漂亮的，而且这步道走起来算轻松，看小黑屋很多。对对对对对，下一站是人山人海，不是满山望海，这样会不会很过分？好了，我知道大家一定会说，对，很多人知道人也很多，但是它真的还蛮好拍照的，而且空间是宽敞的，可以来这边喝喝东西，吃个下午。而且对面就是人山人海，龟山岛。它的空间就长这样，很宽敞，南洋简约风。点了冬瓜柠檬气泡、桂花乌龙、巴斯克乳蛋糕，还有巧克力甘纳许。好啦，今天教大家拍食物，好吧？已经看太多人了。通常拍食物，假如光源在外面的话，稍微让食物背光，但可以增加食物的立体感，所以拍起来就会像。这时候呢，可以辅助一些网美假掰手，比方说叉子啊、刀子啊，准备要去挖它、切它的画面，就会让画面更活泼一点。正面光会很死，好吗？笔记记起来。然后这边低枪的话，一个人是250块，我觉得他来之前可以稍微先预约一下，因为他人真的蛮多。巧克力甘纳许，试试看。是乳酸的巧克力耶，对，不会死甜，不会死甜，它口感很绵，最下面又有一块类似饼干这样口感。哇，开耶！他们家庭面 OK， 算偏贵，品质很可以。巴斯克乳酪蛋糕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不知道，因为刚才在吃的时候想说，它怎么没有鲜奶油？因为有些巴斯克乳酪蛋糕会加鲜奶油。哦，对。可是你吃下去你就知道，不需要。它本身很湿，湿到不行，而且很软绵，感觉cheese香味很重，感觉有cheese在流动的感觉。嗯，有点异态的cheese蛋糕，那个夕阳打在云上面，然后云在倒映那个海平面，很美耶。挡住了，然后怎样？又挡住了？怎样啊？脸也是够大，很美耶。谢谢，谢啦。山脉，因为画面实在是太美了，所以我们一言不合就停下来飞空拍，很漂亮耶，依然好水。门前，然后看气象，宜兰是从中午过后就80%下雨。结果我一到太阳之子，一踏上宜兰这块土地，马上放晴。拜托，有哪边需要放晴，找我过去。别给我讲这种大话，明天就会下大雨。别！我们今天要入住的是雷院子，看它有多雷。你干嘛这样子？没有讲话啊。喂，水水，这是私人招待所那种豪宅的感觉。外面好像样品屋哦，很漂亮，各位。有鸭子，还有鹅。他们明天叫我们起床吗？看超好睡觉，大爆床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希望我家长这样。他有一个所有家庭主妇的梦想，他不会是中岛吧？而且是 twins double 中岛。老公晚上吃什么？是你啊！这边是他们二楼的公共空间，这些画都是国美馆馆长的真迹耶。今天的房间是这一间紫色的，他的房间就是温馨暖色的风格，小超可爱。他有个大阳台耶，小浴室。好了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现在回来市区吃晚餐，今天晚餐是吃。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来市区，好不好？对。这是豆乳焙茶烤焦糖蜂蜜海牛奶盖，因为这边是餐酒馆，他们的饮料我觉得美到是调酒等级的，很美很美。然后套餐还可以抵90，觉得还蛮便宜的，气氛这样子。上面灯很漂亮，你可以看我们拍的照片。那个豆乳跟焙茶好搭哦，整个很日系，最后嘴巴抿了焦糖那个甜再带进来，好有层次的饮料。这是苏炸九曲豆乳鸡，是小仙哥点的早午餐，金沙鸭胸意大利面，加套餐只要100就可以多了面包、汤跟沙拉，还有饮料，我觉得很滑。这就是宜兰的意大利面，口味超台的，又鸭又葱的。
它的鸭胸的熏香很香哎，那鸭胸一点都不干柴，很软嫩，而且它有苦瓜，你就想到它是咸蛋苦瓜烟熏鸭胸意大利面，然后一堆葱，好香哎，它很 match。跟你虽然说它味道很台，可是高级台客。它光泽吗？它的酒曲好香哦，在嘴巴里散开那个酒曲香，皮酥内嫩，这个很厉害哎，觉得要点哎，然后再配上它的调酒等级的饮料，这件我喜欢呢。情侣只要来宜兰玩啦，晚上小吃的话，小军可以约会吃这个，餐点好吃，气氛很好，又可以帮女友拍美照，女友晚上有好心情，看皆大欢喜。哎，这间我真心喜欢，觉得它的餐啊都结合在地食材，然后味道都很到位。来宜兰晚上就来这间，尤其是情侣，我真的跟你讲，感情会变好，像我刚感情就变好。找你们爸妈来也可以，爸妈感情会变好。那我们再多一个弟妹，小我30岁弟妹。因为我们今天吃完早餐就直接到宜兰，一整天只有吃满30000，所以呢，有人肚子又饿了。好猛，是多饿？好猛。欧某个屁呀、啊！这个欧某韩式炸鸡，这个 GoPro 的面好可爱哦。就算下雨很糟，但还是想吃辣炒年糕。因为店很简约可爱，它、啊、下面真的是蛮可怜，放东西的。它本来是狗笼吗？狗屁，好像是耶。什么意思？解忧超脆鸡皮，我看你多解忧。好脆，清脸。什么的优，好爽哦，酥脆好像洋芋片，有肉香味的洋芋片，一点洋面口味，鸡肉皮酥内嫩，你咬进去的香味在嘴里化开，口味酸甜咸辣，这个好开胃哦，它可以单点，就是80块、100块的，你不是像起价鸡一样一次都要点到3-4百，五谷鸡腿还可以点小份大份这样，要买回去民宿配酒。很爽哎、欸！快带回去吃。我都跟大家讲，这边的店员胸肌很大，手臂很壮，蛮帅的。想要看的可以来看胸肌吃炸鸡哦。到了晚上的保养时间，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主角简单简单简单。好，其实讲认真的，就是有在追我的人应该知道，我皮肤很敏感这件事情。然后以前皮肤很差，我不太接保养品业配，我也不太换保养品。这次会认识简单，是因为当时他们就联系我，说送我一整组的，不用白不用，反正大不了不要接、啊。这边是我认真用了一两个月，你看这两个月快用完，今天才来跟大家分享。因为他们那时候标榜是玫瑰精华，你知道吗？我很怕玫瑰香精味，我不是怕，我超讨厌。他寄来的时候我就稍稍，我看你多天然。但他们寄来说，它的玫瑰味是有那种紫萃的味道，就是没有香精感，真的，它的味道是很舒服的玫瑰香。我跟妮妮都很怕香精玫瑰，超臭的。我们曾经不小心买过。一直以来，我选化妆品的标准都是没有香精、没有酒精、低刺激，因为本身皮肤就敏感，当然就要越天然越好。他们主打呢是天然的玫瑰精油。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的保养步骤。这个是简单的氨基酸精华洗颜霜，只要挤一小块，然后起泡力很强，它清洁力没有到非常的强，洗完是刚刚好舒服。有些开架式的洗面乳啊，洗完你会觉得很干净，但是其实我觉得那有点伤害皮肤，因为它把过多的油脂跟水分都带走，它的清洁力刚刚好，而且洗起来的味道很舒服。大家第一步都是上化妆水嘛，这个是简单玫瑰青春露，虽然它名字叫青春露，它就是化妆水的存在。这个就是前导液，质地非常的清爽，我其实就把它当作化妆水在使用。虽然他们名字都取得很假掰，基本上就是化妆水精华如意的概念，让它吸收。有吗？我这两个月皮肤有变好吗？我觉得我们两个皮肤都变很稳定。为什么说我们两个呢？因为我都会偷用啊。我觉得原本那内肤质就不错，但现在更稳定。我们前一阵子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不是熬夜嘛，乱吃东西，其实就有长一些小小红红一点一点的。用完之后我觉得稳定很多。接下来第二个步骤，我会用这个简单极净的淡斑精华，这用到快没哦。我是认真在帮大家试用，它主要功用是均匀肤色跟美白，可是它里面加了熊果素，是白天也可以使用的，它美白是不刺激的那一种，白天晚上都可以用。大家看，虽然它是精华，但是它的质地是有点水水的，也非常好吸收。它保养品拜托，对抗地心引力一下。有一瞬间好像水滴雨哦，靠北。
大家看，我已经推完了耶，已经吸收了吗？第三个呢是这个，这是最后一个简单高效复活精粹。它虽然是油，但是它可以取代乳液。各位，我很喜欢这个，非常好吸收。因为很多油你用完之后，整个脸会你知道吗？黏腻腻的。家里养狗养猫的，那毛还黏在你的脸上。我觉得到隔天早上嘛，就脸都不会大出油那种，因为你保水度够，你皮肤就不会出油去保护自己。它不只可以用在脸哦，它可以用在头发跟身体的其他任何地方。涂完之后，对。把多的拿来抹嘴唇，就嘴唇最近脱皮的状态变好了。对，嘴唇超容易脱皮的。对，你看，哎，最近都没注意到，哎，是不是？很粉嫩呢。嗯，这就是我这两个月使用下来的心得。推荐这个不含化学香精、拒绝动物实验的在地品牌给大家。你看我刚刚涂完油的，我的脸是不油了。真的？它吸收，你摸会有油腻感吗？没有哎，可是一陷进去。各位。现在凌晨4-5点，我们大概1-2点才睡。现在那个有狗狗狗的，我真的下去揍爆你们了！草屁草，此起彼落的，轮流那边给我狗狗狗，怎么样？没困。各位早安，看那个衣服很漂亮。嗯各位，我们的早餐很水耶！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鸡肉？叫是哪一只？应该是这个这一只吧。难怪7点之后变安静了，一定特别好吃。这边再跟大家教学一下光源的小技巧。比方说，我们的自然光是从外面打过来嘛，你千万不要站在这里这样拍啊！你站在光的斜后方，你这样拍下来，你的菜就很有层次感。刚刚我们所吃到的蔬菜、食材、米，都是他们家自己南瓜、茄子。因为你在那边吃的非常健康哦。大早安，你们第一站就要在雷院子的公社里面拍出漂亮的美照哦。让我们有请简单，简单，光影啊，棱棱角角啊，都是很好可以发挥的。这边是雷院子最大的房间，你看这个窗，四人房。真的绿野仙踪，而且这个房间有个最酷的地方，我一定要带大家过来看。大家看，阿在孵蛋，生小孩辛苦喽。他们听得懂哎、欸。哎呦！感觉雷院子很棒的是，我觉得它很不像出去住宿，比较像去那种很有品味的艺术朋友家里面造访一晚的感觉。早餐的时候，有很亲切的老板娘帮你准备自己种的食材的九宫格早餐。如果来宜兰玩的人可以考虑耶。谢谢。雷院子附近呢，有个地方叫落雨松，它这边是一整排的，跟我们现在来的季节是绿色的，站在中间大拍美照。接下来是 Bambi Land 斑比山丘。Bambi Land， 我觉得这边规划的很可爱。你看到这边一个一个小山丘，斑比森林入口。第一次在台湾看梅花鹿，是不是很爽？之前看是在奈良，它在咕噜。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！一根草味，一只鹿，他们会认口水味。一只吃过，其他鹿都不太吃。真的？但他们很任性。哦，这边有好醒目哦。杰森，你要吃吗？杰森，有喝过杨木水吗？哇，他咬很大力耶！爱情来了，爱情来了，爱情来了，谁也挡不住。来这里，笑死。哎、欸，他就叫520，他们很故意。等一下了，不要吵架，我们不要吵架。你看我是现在这边最受欢迎的，你是斑比夯哥。好了，看下巴。这边我们就可以教大家一些修饰的小技巧。小配包梅花鹿嘛，我们就营造一个日系的感觉。我们就稍微把亮度调高一点，然后颜色调稍微暖色粉色，是不是就很日系？大家看。一秒到奈良，哎，这是日本。祈求情路牵丝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放置爱心萝卜。哎、欸，不是这样玩的。好，换这边。好，我们放置爱心萝卜。哦，你很烦，好，那就你了。好，是美露30号，他硬要吃哎、欸，所以我就去抽签是30号。走，那我带你走爱情这条路，带出你生命元素哦。会是什么呢？爱情运势2颗星哦，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，你应该尝试新方法。对，不要再生气了。等一下，2颗星是什么意思？三比三就什么意思？
然后这边有一间咖啡店叫秘密口，好凉哦，很爽，要刚味入味哦，五星勾勾。我们点了拿铁、奶茶，还有布丁、莱姆奇蛋糕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们逃狱，他们逃出来疯狂吃草，哎，他们要被抓走了。你知道莱姆的酸跟气质的酸合在一起很好吃耶，加口感非常湿润绵密，香草跟焦香的味道融合，再加上绵密的口感，布丁好好吃。我觉得斑比山丘是可以来，环境动线都很漂亮，很舒服，而且设备他们算是很用心的耶。这边很整洁，没有异味。对，然后环境整个都很日系，很可爱。好了。重点是这边的路感觉都很幸福，对，我们吃的超开心呢。他们把自己当 buffet， 狂吃。欸、连袜子也是他们自己家的牌子，好可爱哦。对啊，这边有个狗追少女来拎少女心大喷发，可爱。这里你喜欢吗？我觉得很棒。所以你也算少女吗？是啊，好粗黑的少女。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东山河生态绿洲，各位这边环境很漂亮，而且入场费只要30元呢。因为东山车站听说也是改建的很漂亮，它就跟着东山河生态绿洲这样一起，我觉得这边规划的很棒哎，公园很大哎，很大，大到一个，这边就是东山车站，大家看，我觉得改建的非常漂亮哎，它有种了一小撮波波草，波波草，我说一小撮是真的一小撮，对，就这家，可是大家还是可以抓角度拍出美照哦，示范给你们看。然后那边有一个新的稻草堆，最近有很多人在那边。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拍一下。我们最后一站来到的是三旗美境，是宜兰波浪大道，但是它已经噔噔夷为平地。以上照片就是这两天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们最后啊，马路哦，马路在马路上，你要靠近，你，宜兰美腿。这么大条路你不会自己走，你要靠过来哦。最后感谢简单抖内内，那我们这一集呢有请你内抖内可以抽奖哦，我们会抽出两瓶这个我使用的简单玫瑰青春露，不是他使用过的啦，全新的，在影片下面留言内跟简单，影片要分享啊，自由心证好不好，不强迫你们，但是想抽奖至少分享一下吧，分享一下吧，市长啊，标注宜兰县长。哎，大家最喜欢哪一个？大家这几个景点之中最喜欢哪一个呢？我喜欢宜兰哦，很轻松自在。因为我们要回家了，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的照片，我自己很喜欢呢。斑比山丘我第一次去耶，有可爱到，很可爱。你看我的口罩，但是小物也很可爱。哎，对，我们刚因为戴他口罩，因为我刚把口罩弄掉了。鹿怎么叫啊？好难听，他这样叫说。喂，晚吃草，大家拜拜，下次见，阿妈。